可爱，他一直都在偷笑哎，他一直在那边呵呵呵嘿嘿嘿。因为老大那个把我的兔兔就是教了一条围巾，还蛮可爱。围巾，我也在 DIY。OK， 你都抱着这个睡觉吗？嗯，那这样子不会打喷嚏吗？不会啊，就还蛮脏的啦。可是因为这种毛屑的话，如果抱着睡觉的话，其实是对那个鼻孔的呼吸哦，呼吸道是不好的，对，会比较不好。这样子大家感觉很不错，哦，好闪亮哦。然后我们还是可以，其实我们已经把我们现场有的什么徽章啊、勋章都已经放上去，上去但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。剪刀放一把吧，插在腰上。是高跟鞋，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冬天到了，它其实是可以穿，比如靴子，靴子，那军靴啊，或者是那种比较平底的靴子，其实也很帅气。好了 ，Annie， 那现场走秀，顺便秀给大家看一下啦。Annie 一件白衬衫 DIY 之后呢，成熟的风格，又不失可爱的造型，同学们好不好看？没想到吧，一件男人的大衬衫经过改良后居然可以变成女人的洋装，你是不是也想自己动手试看看呢？大雅变了人似的。大雅先进来，大雅这是他自己 DIY 的。嗯，哇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，穿这个样子。黑莓网络票选活动开始喽！猜猜看，黑人老大最爱哪一型的美眉呢？只要你上网加入 Star 网络会员，就可以参加票选哦。猜对者将有机会获得情人对表、彩妆组等丰富大奖哦。来 ，Wake up，Wake up！ 呱呱，Oops，Check it out！ 另外一位来，佩佩，佩佩，刚刚的阳光的，那你也走秀一下 ，Go！你会不习惯穿这样吗？好了，那个我一直拉，我怕它掉，掉下来是不是？哎，如果你怕掉下来的话，其实应该可以缝一个透明的。其实这种都是有那种透明的线，你就可以缝在这边，就可以让它支撑住，不会掉下来。这两位同学表现相当不错，谢谢他们两位。你看到了吗？一件松掉的裙子居然还可以变成可爱的洋装，观众朋友们，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呢？刚刚老师教了很多 DIY 的一些步骤改造啊，那我现在也要给学生一些时间，看他们有没有学到，让我们两位呢在旁边辅佐他。好，成果验收喽，同学们正在努力将这些破旧的衣服设计成为新面貌呈现喽。您瞧瞧，就连我们的大牙都非常用功，将一些不要的 T 恤剪裁成为独特风格的形式。而其他两位的成果又是如何呢？我们赶快来看一看吧。我做好了，完成了。你们也做好了吗？我们做好了，我们完成了。来，你赶快去换，赶快去换，换你自己 DIY， 加油。而另外呢，大雅他自己有那个 DIY， 他从家里带，你也去换上，这种感觉会不一样。哇，大雅哇变了人似的。大雅先进来，大雅，这是他自己 DIY 的。嗯，哇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，穿这个样子。跳一段。哎，我觉得他这样很像那个，因为就刚好 logo 在这边，然后是剪刀 logo。啊，对，然后底下不要了。你是有去晒太阳是不是？对，黑白分明。分明。而且跟妆不合了，现在。脸色一不黑没有办法。那这一定要秀一下，秀一段。跳一段。黑泡。是我最喜欢的。对呀，啊，好健康哦，小麦的颜色。对呀，好好看。对啊，好健康性感哦。你刚刚这标舞，你觉得过瘾吗？我找两个姐妹下来陪你跳一下。哎，刚刚两位，来，应该让她穿短裤啦，应该让她穿一个短裤，因为这是我们学校的裙子，是不是？哦，老大都翘课了，都不见了。好，好了，中间让大雅。
下比一下。一件旧上衣经过改造后而变成性感的 T 恤，您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有特色呢？是你的，你那边弄好了吗？好啦，可是我觉得真的不是麦麦的问题，你自己拿好了。是因为我们的材料真的很有限，有限是不是？他的创意很好玩，他想要他把那个 T 恤剪开之后，他其实想要在背面做一个蝴蝶结，就是说你可以收一点点腰身，因为他觉得这个 T 恤有一点点大件，所以他想收一个腰身，然后转来前面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材料，所以我们就利用一些别针啊、绣线啊，加一点点颜色这样。DIY 这个甚至蛮好玩的，不过他做的其实也很有创意呀、啊，对，是蛮有创意的。这、啊、另外小刀已经换上他刚刚 DIY 的服饰，欢迎小刀。哇，好可爱！小刀好哎。哎，我觉得你应该站前面，你才可以让人家看到你是两截式的。你走的是什么风格？嗯，就是那种有点带点小性感、小女人味的可爱风。算很敢讲啊。可爱风，那舞蹈一定要来一下，老师音乐来，不会舞蹈啊，硬跳硬跳硬跳，来跳一下看看。改造过后的衣服并不是每一件都一定好看的哦，哎，这要看看设计者本身的功力吧。所有刚刚变装的同学都来这里，来，刚刚有参与 DIY 的，老师再帮我们一一复习一下。哇哦，好啦，那首先大雅是你自己的风格对不对？包括项链也是你自己做的吗？项链不是，项链不是，是不是？那你这是什么风格？这是。想一下，夏威夷性感风好了。夏威夷性感风，因为这边有花，然后我这边有花，然后贝壳就是海边的感觉是夏威夷，然后我就晒得很黑。那但是这边又是故意要硬要露，然后穿一些莫名其妙的。夏威夷性感风，掌声鼓励。那你这是什么风格？这个用我来解释，因为我是想要有一点点男孩子气的性感。所以我就用男生的衬衫来做，然后大家叫名称叫做阴阳调和，阴阳调和，阴阳调和，好辣啦，阴阳调和啦。然后就是希望可以用男生的东西来衬托女生的性感，那这个就叫阴阳调和。好，阴阳调和。可是我觉得它很像小护士穿的，小护士，就是带点情色的衣服，小护士，带点情色的味道，就是要情色啊。那就来一个好了，一定要情色的。那就战地南丁格。好好，那下一位，这个是什么样风格？这个是可爱的风格。这个啊，这个是我觉得是有波西米亚的娃娃装的风格。嗯，因为它的裙子是有点波西米亚，可是它又把它穿在上面当做是娃娃装，所以就是波西米亚娃娃装加朋克，因为它还有戴那个项链。而且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，因为波西米亚有很多是长裙嘛，可能台湾女生个子很小，你会觉得啊穿起来比例很奇怪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娃娃装穿，一方面比例又对，二方面是你的身材都可以修饰。吕文婉小姐呢？吕文婉的身体，你的心跳下来。这个就叫什么来着？吕文婉的身体。OK， 那现在呢？四位嘛，然后我们要最后走秀一下，要进我们团康时间啊！老师音乐来。